不管怎么地，你还没看三号每天8小时写了4天给你儿子写的曹全碑，我们来给小伙子展示一下。太厉害了，写的太好看了，花了4天每天8个小时，对，送给他，是，结果你还没说话呢，二号就叫妈了。来，3号姑娘，你坐到他妈旁边，来，你来说两句。阿姨好，叫啥呀？我叫罗西。我叫罗西。啥也不是。你管他妈叫啥呀？阿姨。叫妈。好，妈妈。妈妈。这是您儿子。我觉得可能是属于那种霸道总裁我喜欢的类型，希望您最后能够选我。喜欢。行不行啊？喜欢。选不选呢？选。选。那2号怎么办呢？2号再给他战友。这当妈的，我觉得脾气太好了。来来来，回来回来。喜欢霸道总裁型的是不是？对，来，你给他霸道总裁一下，他只要霸道总裁出现了，他就会呢，好的呢，好的呢，呢呢呢，霸道总裁出现了，呢呢，好的呢。你有没有办法让他好的呢？哎呀，给你做几个俯卧撑吧。给你做几个俯卧撑吧。真是高手。好，行。他没加呢，说的有点总裁的感觉。狠一个来，给他们狠一个。我中午带你去吃饭。好，可以啊。也没加呢。你有办法让他加呢吗？我呀，嘿，我也没办法。给他展示一下，看看能不能让他说好的呢。这个霸道总裁呀。特别不好拿捏，所以才让你上来。嘿，媳妇儿，媳妇儿，哎，见到老公为何不跪下？跪跪跪跪下！不应该是你跪下吗？你跪下。今天中午想吃什么？红烧肉、饺子。没问题，我给你包。我给你包。媳妇儿，哎，想吃什么？想吃什么？红烧肉、饺子。我给你包。我给你包。好的呢。好的呢。哎呀，还真说来。哎，你试试。经过一番培训，你现在上去试试。我跟你说啊。你得横一点，有时候这女孩吧，她男孩越横，哎，她越喜欢。哥俩同时培训。完了。等一下，我们出去逛街吧。好。人家没说呢呀。姿势不错，应该是什么呢？媳妇儿，坐这儿。对。来，这样来试试。坐这儿。
我坐不上啊。能不能让他说个呢呢？看他表现。说一个吧。咦，好的呢。好的呢。我太难了。来来来来来来来，小伙子呢，在工作上是一个硬汉，但是呢，心灵很柔软，又是个很善良的人，在你这里会减分吗？不会啊，会加分。